球啊？你玩过球？这个叫球呀。哦，这破它是最好的。我跟你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是情人节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你们收到花了没有？我打算晚上跟你姐姐俩蹲在垃圾桶里面，看看有没有人扔花了，我们就把它捡回家。今天清晨我们去买种子哈，因为老爸今天没来，他有事儿。明天我们再跟他一起来买他想要的种子，然后我们今天单独来买我们自己想种的五花八门的种子。我们去看看吧，走。这里新开了一家种子店。朝天椒，这新店第一次来。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糖豆角这些黄瓜，让老爸自己买。我可能就会在这儿买点生菜呀、油麦菜呀这种老爸不太种的蔬菜。买了，我们到时候自己吃。去年种的生菜后面都没有吃到，因为草长得太深，没去管。这么大一包菠菜种，种点高粱，它的那个梗子可以当甘蔗吃，种的玩玩吧。葵花籽，这个我就当花来种的。还有甜瓜，丑八怪去年前年种过，也还不错。还有西瓜，种一点，多买一点。好多种子啊，甜瓜这么多种子。还有玉米，哇，这个五彩斑斓的玉米，我乖了，糯糯的，嗯，就那点。去年我们种的那个是粮食玉米，亲戚家的种子，这白色，厚不厚小？糯的应该。我就想种点这种稀奇古怪的，这个很平常的我就不种了。这是耳块不一包吗？耳钉不？啥的？哦，五块。几块？这个五块。哦，五块。这是扎爆米花的包包，玻璃包。我别煮那直接倒过去直接炸去嘛。啥的？哦。那应该是种子吧？我紫色的一块石块，青色的扁豆我们自己之前那个有，紫色的扁豆我们今年也种一个试试看。你看这个菜心跟白菜苔是不一样的品种哦，我们这里更喜欢吃白菜出出来的菜苔，像这种菜心它的口感肉质没有白菜苔出出来的菜苔好吃。像这种在我们这儿卖的很便宜的，两三块钱一把，但是白菜苔的话就是四五块钱一把。小块菜，二十八天可以上市。小块菜五到十月均可种植。杨叔要不要够几个？黄那就是啊，管它有没有。我好像是黄瓜种子，沉浸尖的。西红柿只有一种啊，没选择性。西葫芦我们家好多年没种了，今年我们也种一个试试。仕女果，我昨天算了一下，今年我们可能在春夏季会种差不多三四十种蔬菜，还有水果加在一起，种类很多。要五块，五块，要五块，要三块，三六块，加减两块就八块啊，就二三，二三，这个十块，三十三块钱，这个好钱。花种再单独买吧。哎呀，秋葵，哎，我之前的秋葵种子高到啥了？啥了哈？去年种哪里？在这里买点油麦菜和生菜。这是莴笋啊，特色莴笋。根可以吃了，叶子也可以吃了。茎和叶都可以吃，主要是吃叶子，叶子比较肥大，像蒲扇一样。梅哥，嗯，每次都想买，到时候种不种出来哟？哇，这个种类真的是好繁多呀，同一种生菜就有好多好多种，然后同一个油麦菜有好多好多种，眼睛都挑花了。要买那种四季可种的，然后像我们湖南这边哈，我选种子的时候尽量会看它的公司，最好是跟我们湖南接近的，像四川呀、湖北啊这种种子公司。如果像北方的，像天津啊、辽宁的种子公司，我就不太会选择了。你看这个是重庆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水土会更符合一些，不然就种不出来。这个菠菜你看，这是湖南产的种子，还要看它的时间。这个是四季菠菜，一月到十一月都可以种植。这个是四到十月种植的，播种的时候要把土地的利用率规划好。好，
不贵的生菜啊，绣球生菜，我真的是眼睛都挑花了。现在蔬菜品种真的是好多呀，又挑了四包。河北、天津那边好多种子呀，都是上海的。粉红番茄，阿昭买包。西葫芦，广东那边的种子，他们那儿可以种的菜就多呀，比我这哈多些。买一包。不知不觉买了好多，老爸的那些种子还没选呢。这个贵的，这个是八块的。三十八，三十三。九包种子38块钱，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六包种子33块钱，一共是71块钱，买了这么多种子。但这些种子我们都没有种过的，然后也是我种的好玩的。老爸那边买的种子就是会更有保障一些，你们要买种子的话最好也是去这种专业的种子店去买。还有就是选种子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生产时间，上面是有日期的，那个日期不要太久，如果是1年半以上的成种子，它的发芽率是会受影响的，最好是时间越新越好。你看这个上面好多种子都是2023年才出来的，你像这个是2022年12月的，这个都是新种子，就不影响发芽率。好了，今天种子买好了，我们再去逛逛街吧。张暖心，不便宜哦，5块钱，就这么一袋3块钱，我以为我听错了，生意肯定特别好。你要么多少给你买手，你看乖哈，你不要。给姐姐和妈妈买了一束花，还给他们送了一个耳坠，祝他们情人节快乐。不想啊，给姐姐买的，买了这个银饰的，给老妈也买了一对。妈，祝你情人节快乐，给你一对，给姐姐一对。谢谢，情人节许的你了，你能把我穿上。老爸给老妈发了520，老妈今天见识吧。见识吧。啊，老爸看一下，要那裤上好多狐妖，你等着割了。切咋割的？他买了好多，上面写着有40多块种。一样东西。写时间的。红红的，有红红的。有西瓜82。这个种子很便宜的，像老爸明天要买的种子就很贵了。秋季的种子便宜，春夏季的蔬菜种子更贵一些。你是葵花籽啊？啊，主要当花种的时候。这个是当花种，等我这不行。嗯，我喜欢太阳花，向日葵。这是五米多啊？红色的五米多，完之前只有青色的。这伯伯伯伯，就是那个彩色的伯伯啊，落的事儿。媳妇呢？吃吧，乖。我这棉花一什么？你要是种子我都明白，你要你自己买，我怕我给你买不好。我先脾气我，这养花。哎，你能知道？那我也是知道啊。哎呀，我这知道。你养啥？养花我一看就养花了。这种子都认不到啊。